王后。 只是想问问你，阿莫的婚事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？你来一个15年都没有来过的地方，就是为了阿莫的婚事，对吗？ 在你我夫妻数十载的情分上，也没有吗？廖若，不要恨我。今日我所做的一切，相信终有一日，你们都会明白。 你怎么来了？阿莫在离火阵内还能支撑多久？你都知道了。你的侍女四处都找不到你，急得都快哭了。对着壶碟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通，我一听就知道你在这喝酒。阿莫这丫头从小就娇气，从小她就不愿意练功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能支撑到现在。 当年，你被宣阳王的酷刑折磨了半年都没求饶，阿莫的倔强倒是像极了你。亡命面前急不得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你呀，就是关心则乱。沈伦，相信我，这丫头绝对不是不想嫁给你，她就是还没想清楚。 行了，别跟我解释，我们想办法救他吧。来，母亲离开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心记挂着大殿下的安危，就把这个事给忘了。忘了？你呀你！ 你真是个榆木脑袋！人家本来就是木头嘛。你，哎呀，母亲，王后，母亲，您回来就好，我正要去找您呢。我知道你向来心疼阿莫。 可如今，不要再挣扎了。这就是阿莫的命。可是母亲，我不想你把自己也搭进去。诸位爱卿，让我们为远道而来的凌云圣伦干一杯！谢陛下，谢圣伯殿下。 圣伦，我宣阳没那么多规矩，你尽可随意。圣伦，谢过宣阳王。我此番前来是奉了父王之命，前来拜见你，与您商议具体的婚期与婚仪。你父王可对婚期有何安排吗？父王的意思是越快越好，凌云早已准备好了一切，只待宣阳王姬出阁。恭喜陛下。 待婚期正式定下后，按照凌云礼节，大婚前我与王姬不能再见面，所以，我这次来带了礼物给王姬，想明日亲手送给王姬。
还请陛下准许。好，我自会给你安排。谢陛下。伤成这样了，还不想嫁给盛伦？咱们兄妹四个看起来是秉性各异，但一倔起来还真是一模一样。既然大哥清楚妹妹的脾气，就不要再劝我了。阿嬷，你知道父王最宠幸的女人是谁吗？三妃缠雷氏。不错，那你知道他曾经想要进驻昭云殿吗？你的意思是他想让父王废后？可是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啊？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护着你，不愿意把这些事说给你听，我们希望营造给你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。可你总有一天要长大的，很多事情都要去面对，不是吗？我还以为昭云殿向来都是风平浪静，没想到连母后也是这种处境。你知道他后来为什么又不愿意进昭云殿了吗？因为大哥。如若是因为我，他会更加迫切地想要进入昭云殿，那样的话他的儿子就可以成为嫡子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我抢王位。那是因为你。因为我？因为你将和盛伦完婚，因为盛伦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凌云王。阿嬷，母亲已经尽全力给你一个快乐的童年，这十年你可以无忧无虑的成长，你知道这对王族人是多么的宝贵吗？可如果你解除了婚约，母亲就要被迫离开昭云殿，而芝若也要被其他的兄弟共同排挤。以芝若的性格，你认为他应付得了吗？我一直以为拒绝婚约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就算父王罚我，我也并不害怕。没想到这桩婚事竟然和母亲和哥哥息息相关。表面上看来是我在逼你嫁给盛伦，而实际上是那满朝的朝臣在逼你嫁给盛伦。因为如果取消婚约，我们在昭云殿就会失势，那样他们很快就会转投其他人。母亲、芝若、你，还有我，我们昭云殿的上上下下，还有立足的可能吗？再想想吧。
你是不是去了不归谷？没有见到我，你会不会很伤心？赤韵，你我兄弟之名已经昭告天下了。我是玄穆王，你是玄穆王的兄弟。 身份如此尊贵，住在这儿实在是太寒酸了。要不然，搬到紫禁顶去。不必了，我就喜欢这里。那今晚我可以睡在这儿吗？自从父王走后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也许只有在这儿，才会让我安心一点。我这草里。 你随意就是。浩雪，我要回趟若江。这里除了你父亲的禁制，我也下了一道禁制，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闯进来。你可以安心在这里休息。怎么，你这就要回若江了？我答应过阿嬷，跳花节要在不归谷见。 但是我食言了。拿。有了它，就算是封山大阵，你也可以出入自由。哎，赤韵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答应过你，也答应过玄穆王。 小妹，走，咱们不嫁了，四哥带你走。四哥，我想通了。其实仔细想想，我嫁的人可是圣伦，她可是大荒女子都想要嫁的人。她是所有大荒女子都想嫁的人，但却不是你想嫁的，是不是？ 对不起，阿嬷，四哥什么都做不了。四哥，以后我不会再对你撒娇，不会再欺负你了。 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不要再跟我说对不起了，知道吗？阿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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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嬷。
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多谢圣伦哥哥之前的救命之恩，你也救过我一命，你我之间算是扯平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接我出玉山？我们俩就打算这么一直谢来谢去吗？早就听闻朝云峰风景秀丽，不如你带我四处看看吧。好啊。浩许，赤云呢？赤云去哪儿了？赤云，他去不归谷了。我把随身的谕令给他，让他去了。这么关键的时刻，你怎么能放他去不归谷呢？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跟父王交代啊？还有，万一他任性不回来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姐，你别老这么担心我了，好吗？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赤云说会保护我，他就一定不会食言的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如今的赤云为了那个叫什么阿莫的狐狸精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哪有功夫管你啊？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，把赤云迷得那么深。带赤云回来，定要好好问问他。什么都不要问。赤云的性格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最恨别人不相信他。眼下玄牧那么需要他，也只有他能镇住童峥了，所以他回来了，什么都不要问，知道了吗？哦。我们说过不见不散，阿莫。你来过了吗？阿莫，你在哪里？我们坐一下吧。嗯。这里就是我和哥哥们的乐园。所以，在你心里，只是希望我像你哥哥一样吗？你有真正喜欢的人吗？我们身在王族，根本不可能有喜欢的人。因为说不定有一天，你喜欢的人或事就会成为你致命的弱点。圣伦说的不无道理，待我也确实不错，可惜处处从政治目的出发，我真的觉得太心凉了。这大概就是圣伦与赤云的区别吧。阿莫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可你越是抗拒下去，受到牵连的人就会更多。殿下说的是，所以我认了。你放心，
你跟我回到凌云，我会像玉辰一样待你。若是你喜欢桑树，我便在凌云给你种一片。赤云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不管的。收到密报，凌云圣伦已抵达宣阳，正要和宣阳王商量婚期了。不出意外，这几日就要对外公布了。所以，浩许登基一定要赶在他们对外宣布婚期之前。你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？嗯。阿嬷，昨天你去不归谷赴约了吗？还是因为你有婚约在身，根本就没有去？圣伦见过宣阳王陛下。父王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再过几天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这些礼节就不必了。我已看好日子，五月初五是凌云的五月节，宜婚嫁，可选这一天。一切但凭陛下做主。再过几天就该叫父王喽。学起誓，对玄牧，对众位，忠诚，不依，不弃。我以学起誓，对玄牧王，对玄牧，忠诚，不依，不弃。玄牧王遗诏，行节拜礼。向天下昭，我浩许与赤云结为异姓兄弟，守望相助，永不相欺，永不相弃。我赤云与浩许结为异姓兄弟，守望相助，永不相欺，永不相弃。若有违背，人神共诛；若有违背，天地共弃。为壮玄牧声势，各派五万兵马至宣阳凌云边境，玄牧即日起广招贤士，不分等级，
若有志效忠玄牧者，皆可直接入伍。禀陛下英明。现在，父王去世和我登基的消息已经昭告天下了，不知道各族会作何反应。宣阳与凌云联姻，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。宣阳联合凌云等部族的力量打压玄牧，来扭转玄阳和玄牧的实力对比，所以这个机会他们是肯定不会错过的。那姐的意思是，宣阳一定会出兵玄牧？内有童征这些内患，对外还要提防宣阳、凌云。赤云，你怎么看？怕什么？无非就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吞。阿嬷，这个绣花枕要亲手绣才吉利。娘，我没有心情。娘，小妹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大皇出事了，七世玄牧王氏浩许登基成为八世玄牧王。另外，赤云和浩许宣布结为异姓兄弟，并且发誓守望相助。此举就是向整个大皇宣布，若将彻底的和玄牧站在了一起。四哥，是真的吗？这是玄牧向天下昭告的消息，应该错不了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和阿嬷有话要说。是。你与玄牧王相识？我去过玄牧，见过玄牧王，而且还从伯伯那里听到过你们年轻时候的故事。这是当时伯伯交给我的，说一个给您，一个给玉夫人。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我想去一趟玉山。玄牧的事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玄牧王一死，宣阳玄牧必有一战。我凌云既然已经选择了宣阳，就要把事情办到底，办得漂亮。婚礼的事情你督促一下，务必事无巨细，都给我办得妥妥帖帖的。是，父王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玉夫人，阿莫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胥黎伯伯临终前嘱咐我，让我转交给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临终？胥黎伯伯，他已经走了。独自来这世界，心忽明忽灭，等待一段动人的情节。想要握紧眼前，他为何不亲自来？为何？我等了那么久，整整几十年呢。我于成鱼，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；尽女其卵，以我同管。也渴望一颗冲动的沦陷，世界有多危险，我就有多么热烈。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，波澜泛起，收手天下，陪你我逆转了时差，我满目晃动的朝霞，是送给你的涂鸦。谁懂我心里？玉夫人，这天涯，开着小小船。起手天下，为你我逆转了时差，我满目晃动的朝霞，是送给你的涂鸦。谁懂我心里这天涯，开着小小船，百里花在哪里落哥哥？不好了，凌云和宣阳传来消息，
凌云圣伦和宣阳若即将大婚，立即封锁一切消息，暂时不要让赤云知道。王姬打算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赤云，我也很想帮你，可为今之计一切不会的。那日在朝云峰桑林内，他向我许诺他不会嫁给圣伦的，我要去找他问个清楚。哎，赤云，如今形势危急，你万万不可鲁莽行事啊。即便是你父王在世也管不着我。原来你之前一直找的那个女子是宣阳若。没错。可她已经是……她不是。赤云，我为你增派十万兵马，若是宣阳和凌云敢为难你的话，我玄牧必将与之一战。你疯了，浩许哥哥。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那便是活着回来。我此生有你这样一个兄弟，死而无憾了。阿莫，刚刚出城的时候有听到吗？到处都是载歌载舞的人。嗯，听到了。前面就到湘水了，圣伦的迎亲队伍就在崖对面，按照礼俗我只能送你到崖边。好啊，四哥费心了。今天我本来应该很开心才对，可是我一边开心又一边难过，我真希望永远都不要到湘水。四哥放心吧，圣伦是大哥的好朋友，他一定会对我很好的。再说我只是嫁到凌云，你还是可以来看我的。你说的对，正好我的封地涉河离凌云是最近的。对了，四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迎娶未来的嫂子？你呀，就这几年吧，正好也算是找个借口请你回家，咱们一起团聚团聚。好啊，四哥，你记得以后要常去看母亲。放心吧，阿嬷，母亲我一定会照顾好的，家里你就无需多虑了。再说不是还有大哥在吗？嗯。十万大军前来进犯。赤云，知道了。殿下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继续在这儿等着迎亲。是。等一下，今日怎么不见景石将军？景石将军临行前称自己得了疾病，不能前来迎亲。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
这一世牵绊纠结，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。有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一寸